油的合不了。空调啊，那可以录歌，插电脑。这什么盘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 U 盘，这是空盘。这个是啥呀？那个是那个加湿器。啊，加湿器啊。那也便宜啊。五块钱拿走了，五块钱不卖了。刚才那个人说五块，我都不卖给他，我能卖给你？你没有线。我有线的话，我不干啥，那你找个线插一下。他可能那个人可能会再回来。我那要十块钱。刚才给他出六块嘛？啊？刚才那个人你给他出六块嘛？啊，我出六块，对。你六块你要啊？行，我要了。啊，你不说吧？那六块给你。有那个，我给你现金呗。行，老板。你试一下吧，大伙们试一下，怕怕的。我不试那完了，不是给8块钱完了，行吗？啊，不是，我不卖了，我不卖了，因为那干啥了，我也不卖了，你看行，你这要直接拿走。老板已经不卖了他了。6块，你给我找4块吗？6块，对吧？放肆可没说要那个机器。这个铝合金的，我电脑还是可以用一下，散热，别的没啥用。对，他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啊？8块10块的，那是网络学习机，是吗？网络学习机。待会儿他放下，待会儿他放下，我看一下。你僵持一下。放肆也没有说要。这是网络学习机，我就看看。我不卖了。啊！卖主已经说不卖了。我就要10块钱，你要行给我10块钱。对，对，给10块钱嘛，我拿这个。啊，十块钱有点抢行是吧？我抢什么行了？你也没给钱，我这不是问了吗？对啊，看看而已。我问他呀，我没问你要啊。我也没问你。给钱，我10块，好了。我给10块。我给。你给啊！我去。我滚了，怎么了？我问他，没问你，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人家说的对，大哥。我问他，不问你了吗？我不跟你商量。你买不买？我现在给钱，我给15，我给15，我抬杠怎么了？我又抬杠。怎么了？你打我看看，你打我看看。我打鼻上吧。这神经病啊！我问他跟你说了吗？看到了吧？都说不卖你。我先给15，你给不给？我先给15，我就抬着杠了。我现在就抬着杠。光说不给钱，我问他问你了吗？说是啊，你拿吧，卖他十五，拜吧，快点给我15，行，我就有的时候收了，我就欠你这话。我跟你说，你打你妈好时机，怎么了？你打我？我打你干嘛？我儿子跟你妈都顶。你儿子怎么了？我就抬杠。啥比赛这个？满嘴脏话。你妈啥比赛？这傻逼怎么了？我就图这么气，买卖公平，你没给钱，我也不能讨价还价了。再来就行了。你妈的，你妈几个妈呀？这啥的怎么了？就这你这样子，我就抬杠怎么了？是，我来看着，我没他给钱。哎，你给不起，你给我掏钱怎么了？就是个傻逼。我傻逼怎么了？我一千块钱多，怎么的？来，真是的，麻痹，就是骂街，就差几个字啊，真是的，渣子似的。我得骂。对了，这个，你看你给钱了吗？我也没给钱啊。那是我的钱，啥子玩意儿？怎么了？我全拿走。真是的，怕你了，真是的。行吧，行，对吧？买卖双利益最大化。行，这傻逼玩意儿。别吵。哎，你给我14啊！啊，我给我14，给我，给我了，我点的是14，不是15，我不要了，不要了啊！行，我不要钱。对，这是的。我看看还别的还要的东西。要火了吗？你给我谁钱都给谁嘛，这不是嘛？有价格是王道嘛。我本来没想要，我看一下就来说这个话，我本来没打算要。你妈逼，操你妈，你妈吃全家，跟你比脸了，你有脸吗？操你妈的，你妈王八蛋啊！操你妈的，你妈怎么挣钱了？发工价，我买下。妈个逼的，还怎么了？我干活怎么了？你打我啊！报警啊！110啊！哪来的？我看都看不得是吧？我问他，我说那是怎么的？我看一眼，人家只给我看一眼，你还不给我看一眼？你妈的！你妈几个妈？你妈的！嘣！你打来呀、啊！来呀、啊！我就敬你怎么了？我就敬你怎么样？
块钱？这个十五。这好了，就是这个东西啊，诺亚舟是一个电子词典啊，一个型号的一个机器。整个事情是这样子的，这个人呢最开始呢出五块，然后出到六块，然后出到八块。那个专业户呢，就是卖主吧，老大爷啊，也不算专业户，他就是个人收来的一些东西啊。卖主要十块，这个人呢要几块呢？只愿意出六块。他有个要求，就是什么呢？买了这个东西回去试一下，如果不能用还找他退。然后这大爷就必须要十块钱，还不管退。他就要他的要求呢，就是八块十块也好，反正不能用我要退回来。这个大爷不愿意卖给他了。我在边上看了一下，我说这个值十块，我说这个十块应该意思，大爷明白的意思知道不？他说我抬杠，翘堂，我这个东西大家看我发了视频，四五年来我从来没有买过这种东西吧？这是咱们上高中时候用的产品对吧？初中的时候学了个英语的那个东西啊，回来之后我把它拆开了，通了一下电啊，这是一台2016年的产品，但是一个2010年上市的东西，这个位置没有卡啊，它是一个卡托。没有卡的啊，我当时想看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个大爷已经是跟他说了不卖给他了，他跟我大大咧咧在那骂，开个机啊，这个还有 MP3 影音 MP3 MP4 哎 Flash 动画相册一些操作，这咱也不会呀。现在已经开机状态啊，有声音，这词典，这是拿个笔啊，它这个是电阻屏，不是电容屏，看单词，有系统学习过程选择，这小学级看到没？小学的、雅思的都有啊，我回来充满电了。朗读双解这不会，反应很慢啊。这是播放那个影音的，就是一个视频的模式。这点返回一下 ，MP3 也有，全部都正常的。相册，这个文件加载，有些照片之类的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我也不会用啊，没用过这东西。它这个现代汉语，然后你，然后点输入，这个输入的你看你死我活对吧？它特别多对吧？就是一个词典啊。其实我大家看出来，我买这个我会买这个东西吗？我这小孩是刚上一年级的了，买这个玩意干啥？根本就不会用啊。这个反应特别的迟钝，这只是给一些学英语的人或者是学那个什么用一下这个东西。哦，一般我不会买这个玩意，他张嘴就来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，实在忍不住了，忍无可忍，必须那个什么了啊，返回呢？哦，这个上下左右操作，返回哦，返回这个返回，造句，第一组确定。发声不会用啊，不会用，就是这么个东西，太来气了，给我来个抬杠抬杠，啊，长按就关机了啊，就这么个设备，里面我打开了，它这个设计的有点巧妙，电池在这一块，因为它这个电源啊，它这个电源是这种小口的，像个早期诺基亚的头，知道吧？诺基亚那个一系列的那个头特别细啊，我就把电池取下来充电。打他！打他呀！打他妈！打呀！打他！打他呀！打他妈的！
你到底是想我打他本人还是打他的妈呀？你搞得我好乱啊！